前一阵子做了一个梦，梦里边我把我所有的遗憾都弥补上了。青春，我前来又回来了。和谁？天天闪现堵我，你到底是在我身上装了定位系统，还是你是灭霸？别太伤心了，一线路，明天还要加班。这位同学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啊？你要自由是吧？助理的时间就是老板的时间，老板的快乐就是助理的快乐。你一次都赢不了，那我就是命中注定要成为你的老板了。不对呀、啊，现在他又不是我的老板。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，成功复刻陆逊的本领，这个时候不让陆逊无路可走。想要也哪能要？你现在叫声姐姐，日后我肯定不给你穿小鞋。前卫鸡贼奸诈，陆逊手段夺命，他俩真般配。我掐指一算呢，你病也犯了。你想不想离婚？不行。这奇奇怪怪的 CP 又增加了。未来，你在锦标赛上拿到了你最想要的金牌。既然都重新活了一次，我要把我所有想做的事情全做一遍。两位选手的行为违背公序良俗。和老板谈恋爱真的会遭雷劈啊！